结根源，不是欢喜做不愿。你对我侧向心愿，损我离我笑也远，他如雨点了尘缘，我把好坏皆因像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今时吼年假啦吼，在咱这个元旦过来第二天，还阁是休困，囡仔唔免去读书，尤其是咱这个公家啦吼，啊，咱即马大经的这个工厂嘛，同款啊，对这个政府吼来休这个年假，连续三天的时间。所以咱讲放炮啦吼，下一放的是讲看到嘣者安尼吼，五颜六色，看到真欢喜。袂晓放的，他个只断断断断破安尼吼。所以讲乐极生悲啦吼，啊咱年底啊吼，啊上好呢都要较节制的啦吼。啊当然啦，什么代志拢爱有方法，咱呐无得到迄个方法，咱都莫去试。啊那去试，凡是安尼，咱用咱的身体性命去试啦吼。啊，结果呢发生问题，啊，再欢喜呢都无一大久啊嘞吼，啊，悲伤啊都爱悲伤真久啊呢。没想嘛，就要提醒咱一挂少年人，跨年当然好啦吼，要庆祝。咱新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，问题是咱自身的安全，咱会还是讲对这有内行啊不内行，咱卖去吼，用咱的性命去试啦吼，那是试出的问题，安尼咱伤心的父母啦吼。真正是唔知要安怎讲，讲啊一个跨年啊本来都是好事啊吼，啊为什么那变丧事，安尼都唔好啦吼。来新年头旧年尾，即马都要接近尾月啊吼，啊尾月那食完，员工有薪水领，过来就是有奖金好领。当然嘛是讲公司呢英文真好，啊咱真有福报，大家互相啦吼。公司若有趁钱，咱都交交的即个啥奖金。要那无呢？啊，咱嘛是同款，爱认真啦吼，搁甲公司甲付哦，搁较大金嘞吼。对公司呢，咱来尽心尽力。只要讲要有福利，绝对是公司要有趁钱啦吼。啊，那无董事长嘛无法度讲啊，要安好咱的员工来满意，大家好一个过年啦吼。没想到只祝福大家平安，就是福快乐在家己的心态啦吼。然后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。5916045，我关切朋友的空五感恩。来，恁今晚来收听这个天路，是咱曹师姐吼，说做啦吼，足久啊吼。啊，咱的师姐嘛，伫咱为故乡啦、甲新疆一路陪伴梅香，嘛是咱的自，人讲自由啦吼，嘛是咱母娘的好灵啊囝，啊，带伫水上啦吼，啊，蛮甲咱水上的道亲好朋友，以及咱专线。有在听 LV 的还是国内外咱的孙兄师姐拢甲恁问好，希望讲新的一年大家拢抱着新的希望啦吼，大家拢会当吉祥平安大吉利。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，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，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，为咱家儿女带来吉祥。我
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，从此山不再高，路不再漫，各族儿女欢聚一堂。今晚所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天路，感谢咱点播曹师姐啦吼。啊，过年要回来行村啦吼。伊讲我都较无闲咧，我一年拢回去超两届，一届就是母娘的啊，圣修花旦哦，啊就是讲回来拜母啊吼，甲母啊祝寿。过来就是吼啊，新正年头啦，带一寡囡仔啦、孙啊啦吼，啊回来咧吼，有个人讲。一年两届哦，啊，都拜母娘啦，啊，甲行村啦吼，倒也没关系。但咱曹师姐算讲，逐天咧听咱的节目啦，啊，为伊的嘴介绍咱的节目，互人听嘛足济。啊，第一介绍咱的香品啦吼，甲咱介绍咱姜个做的香品，对着咱曹师姐吼，这条线所延伸出去的吼，哇，咱的道亲嘛真济，啊，咧用咱的香款啦，用咱的贡物，用咱的这个香，啊，每一届叫吼。啊，拢是啊！我这曹师姐给我介绍的，嘛足感恩的啦吼。啊，咱一挂道亲足济啦吼，像咧秀提师姐嘛，同款，定定咧叫香。啊，咱有真济孙啊，这呢拢是替咱的道亲呢吼，卡一通电话。其实没想就知道，咱的伫外围啦吼，甲咱母娘护这个道场，啊，伫维持着吼，咱这个电台的经费，咱这道亲呢老钱也拢总有啦吼。不管讲是咱分享节目啦吼，还是分享好的东西啦吼，每项都是非常感恩。希望讲咱的道亲好朋友，咱的节目若是有啥物欠点，你唔通客气啊吼。现场啊，咱就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，一定爱卡电话。后面想来搞一个吼啊，咱讲改善啦吼，还有就是精进的机会啦吼。有时候咱讲，你无讲话题哦，没想讲，那没想来讲的，互恁呢，唔知恁要爱也无爱啦吼。总是来讲世俗道理，啊，讲一挂亲欠融合在一起啦吼。听下下的道亲哦，啊，咱继续听。听未下的道亲，你莫甲转一边啊去，你一定爱卡这通电话5966449。你甲讲啊，没想师姐，我感觉吼，安怎，那你给我意见啦吼，你给我宝贵的意见。梅香一定会接纳啦吼，阿妈希望讲咱的道亲，当在这个吼空间内底有这个频率的相约，咱才有这个电台吼发声。啊，伫这个电台发声的频率，当然你听会下，你才会停留嘛吼。停留，听人讲一个，听了入心、入心、入理，你感觉讲了有理，那么你嘛会甲用来去上生活。咱就是母娘的灵啊，囝，嘛是神的孩子啊吼。老公啊，神的囡仔。未变歹，一路行来，有咱吼、哦、咱的母兄的吼、哦、老母娘来甲咱扶持，有这么多同道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来鼓励。每想一路行来嘛是安尼，依靠着一挂老道亲啦吼，甲咱这所有道长真贤来甲咱指导，今日一路行甲今嘛20几年的时间，咱讲跨年又经过了一个新年啦吼，2016吼、哦。
今晚的交接2017，没想是用感恩的心呐、啊、吼，来感恩咱一路陪伴，慈念圣公成长25周年，吼、哦，无算短时间，这里一老道亲呐、啊、吼，啊，一定的吼，啊，咱讲酸甜苦辣陪着我走了吼，没想真的非常感恩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呐、啊、吼。一个吉祥如意2017，从来没想都没有播过了哈。啊，咱今麦就来听这个吉祥如意，这是没想橙子的祝福了哈，祝福的咱所有孙呀孙子。2017过年行大运，嘛希望讲家家户户合家平安，老大人身体健康吃百里，囡仔兄囡仔最好有气了哈。啊，咱也是咧读书诶，拢希望讲当步步高进啦吼。来，咱即摆来听一段美声诶祝福，吉祥如意。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天空离大地最近的地方，伸手能摘下星星的地方。传说中的天堂，让我轻轻走进你温暖的心房，去亲吻格桑花开的方向，默默默默我再次的把你凝望，望着你雪山圣洁的光芒。扎西德勒，我的家园，我快乐的地向往，是我快快走进你，是我快快走进你心中的梦想。你自然的模样，你自然的模样，和谐的乐章，是我好好听听，是我好好听听天籁的歌唱。你自由的飞翔，你自由的飞翔，快乐的时光。深情的歌唱，让幸福眼泪自由的流淌，紧紧追寻风中歌声的方向，飘向那遥远遥远的地方。那这对呢，没想到这对酸薄了哈，吉祥如意，就是一种祝福了哈。就是讲，住伫咱身躯边的人，希望拢有当吉祥平安。明年是上家，然后丁酉年、太岁年，啊，明年呢都要轮落了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太岁是必行之痛，然后身躯经算。你讲到这个太岁，哦，啊，咱讲犯太岁了吼，每一个人伫这流年运内底，哦。咱的太岁运年，人讲太岁当头坐啦，无灾强有厄啊，所以咱讲本年犯太岁的人上加啦吼，从未一岁开始啦，一岁13岁、25岁、37岁、49岁、61岁、73岁、85岁，哦啊上年大就是97岁啊吼，这叫上加第年太岁，叫做太岁年啦吼。那么呢，人咧讲啊，这个上土的。
为什么呢？吼，是对冲呢？吼，咱讲太岁出现来无被冲破财啦吼，做咧这太岁本冲年啦吼，但是讲本年去冲着太岁，就是咱想吐的啦吼，七岁、十九岁、三十一岁、四十三岁。哦，咱来囡仔出来都有囡仔，有七岁、甲十九岁囡仔吼，三十一岁啦，四十三、五十五岁、六十七岁啦，七十九岁，吼、哦，九十一岁，这呢是叫做对冲太岁，这一定爱安啦吼，爱、哦、安太岁。啊，咱若伫讲呢，昨天必先讲安道，咱呢会加咱上家甲上土的安这个太岁光明顶啦吼，因为咱六十甲子星君是伫咱三楼清气殿。啊，咱两边呢，都这太岁光明顶，咱就请这个丁酉年的太岁星君来坐位，啊，来奉安这个太岁。啊，咱讲安道，吼、哦，在咱的道顶内底，在咱家庭平安稳道内底。哦，你那是如果讲啊，咱就今年都犯都啊受家犯太岁受土，咱的年过啊，都好在咱宫安太岁，咱对主动给你安呐，吼、哦，你就免讲啊，我过来对啊安太岁。唔免啦吼，因为这拜道内底都包括这太岁甲对冲太岁，所以咱直接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吼。啊，如果那是讲吼，咱讲年底来啊，吼啊，咱有个人拢知影吼。啊，此天必生讲年底啊，咱年初正月初一甲十五有一个吼点灯祈福活动，就是九曜星君，包括吼咱会当流年保温，流年保温的位初一甲十五。咱若感觉讲啊，对冲太岁还是对年太岁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要用这个吼啊太岁运年来个保运，好、哦，咱来当消灾吼、哦、解厄，啊，咱讲保一个年运，迄叫做年运的保运，年运保运唔免呢，吼、哦、去拔杯啦吼、哦，只要咱有这个哦，咱的行年这个运表来底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有这个文书文案，甲咱登记，啊，了甲你的出生年月日，甲咱的住址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买。参加吼、哦、年运保运呢，甲按一个手印，按一个手印。吼、哦，咱讲花要插爱插头前，为啥讲花要插爱插头前？啊，咱今日讲啊，咱就知影运道无好咧，咱对冲太岁。吼、哦，啊是讲咱今年犯太岁，有人去犯着天狗白虎五鬼白虎。啊，这呢，咱讲讲运道都无介好啊，本来都无介好啊。那么流年运呢，咱伫上元天官束缚，就是正月正时啦。拄好初九天公生，十五是上元束缚天官。咱伫这个时阵来补啥？补这个流年的运，吼、哦，补运吼，流年补运，也叫做年头就甲添福添寿，年头就甲补运，嘛是正好的代志啦吼、哦。这是咱主殿必成宫拢有办理的吼。过、哦、来就讲哦，咱有犯天狗白虎五鬼白虎，啥物生肖去犯着爱改制无？咱昨天必成功咧，一向拢有这统一改制。啊，统一改制，咱就是有来的人唔免衫，无来的人爱衫。啊，这个衫裤甲制约好，啊，咱用咱的衫，出生年月日，啊，甲这个囡仔的名，啊，你就甲夹咧迄个衫。咱伫某年的头前面遮有一个发台，这个发台呢，咱就用着这个莲花化转，和某年加持。啊，咱伫这个吼。年底啦吼，啊，都拄啊有来拜拜，衫裤你都爱拿提来，哦，拿提来，咱伫正月初一进前，咱就会开灯啦吼，开灯伫咱这个五曜星君，吼、哦，甲九曜星君共做伙，五曜就是金木水火土嘛吼、哦，这大家拢知影，这车本命对咱有帮助的，哦啊，伫这个日月，吼、哦、啊过来就是讲路高过多，这是咱伫这个命宫内底面需要这车的光来甲咱辅助流年。所以伫九曜星君内底，咱也是讲啊，我都吼、哦、要改制，啊，咱衫裤提早提来，啊，就甲藏伫咱母娘这个发台，就是新正年头啦吼、哦，咱的头前面遐有藏这个发台，吼、哦，用到这个吼、哦，每一类拢是一百空八页的莲花化转，甲咱化解流年运啦吼，啊，所以乎咱的母娘甲咱加持，啊，咱就会当陆陆续续，你若我年底都有闲，啊，我年底有闲，我就甲衫裤换过来。啊，就用底啊底啊好，啊，每一个领拢爱甲甲咱的出生年月日，不管你有要改制无要改制，吼、哦，咱甲藏伫咱母娘这个发台，即莲花化转，甲十五元宵节圆满下灯下这个吼、哦，啊，九曜星君吼、哦，这个灯吼、哦，咱送这个九曜星车君呢，回本为了，咱这衫裤都拢甲提提当穿平安。
啊，咱这伫中央呢吼，也阁有上经啦吼，啊，甲咱这吼这地主有遐衫裤的来，啊，咱底下呢高光法师呢，甲咱洒净，吼，啊，甲咱加持啦吼，无形的加持，有形的加持。以上这是吼咱九曜星君的七甲十五，啊，过来就讲，现在没想要即马来讲，因为有诶吼，甲年底啊吼来拜拜的时阵，啊，没想师姐你也唔讲，啊，阮遮远的路途，吼，啊，阮来搁倒转摕来，啊，过来一届。啊！你啊，我起码讲，啊，咱的朋友知影，啊，你得修补啊。哎，某咪人买无？买衫裤，你提来寄我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要改者，你交代一下。吼、哦，咱的要改者，这个流年表内底吼，咱每一本农民历拢有啦。啊，你甲掀开，啊，你是上气的，还是上牛的，上虎、上兔？你甲边看卖啊，今年犯白虎了。哎呦，我犯天狗呢，啊，我犯乌龟呢，啊，我犯白虎，我犯双门，这拢是爱改者。兴年改制，统一改制。好，啊，你若要改制，你就甲交起，我们就知影，也该先写文书写好。好，安尼就是讲方便作业，啊嘛袂乎咱的孙仔这个，啊，我都来啊，啊，我拢无遐衫呢，啊，即马听你咧讲，啊，我都走当去遐，啊，都加走一撮。啊，伫咱这个年代，大家时间拢真宝贵啦吼。啊，既然时间真宝贵，那么马上就提早甲讲，咱这个年代。哦，这个年代就是要莲花化转，这个流年运，不管你要这届唔这届，拢会使，予咱的母娘甲咱加持，九曜星君甲咱加持，吼、哦，无这届咱嘛完全无收费的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就是要甲咱的，吼、哦，咱讲母娘疼惜这灵啊囝，甲这灵啊囝大大细细拢甲照顾好平安，流年运啊顺利，家庭就平安，啊平安就趁钱，好、哦，这是咱。道祖母娘呢交代落来，即个工课啊，没想提早讲，啊，予咱呢有迄个因缘机会来做。哦，佮比讲我最近啦吼，像今日我要来问事，啊，我过来年底都无摊来，我就初一、月初才有摊转来吼。啊，咱讲来行村来拜拜，啊，我就提早即个工课，我就甲处理好。吼、哦，啊是讲伫个过年前，咱有听到没想你讲，啊，你就甲处理好。哦，啊，咱等下吼，啊，咱。会当来行村的时阵，啊，咱得来，安尼咱是毋是就免走相抓？啊，所以甲咱吼，即、哦这个近啦吼，近最近吼，正月份正月初甲十五，即个九曜星君祈福点灯啦吼，甲、哦、即个莲花化转，互咱来藏伫母娘的头前面来，互咱母娘甲咱加持的，这好的吼，互、哦、咱得到利益的，啊，先甲咱讲啦吼，这绝对是好的吼、哦，啊，希望讲咱的朋友吼、哦、有听到爱甲咱报啦吼。哦啊，都会当予咱母娘照顾，予咱这囡仔当莲花化转、莲花化煞上好的。啊，这你着甲人讲，吼、哦，咱嘛是无要参加统一改制，咱是无收任何费用啦吼、哦。啊，伫遮甲咱报告，啊，咱会当方便行事啦吼。甲免讲来，吼、哦，啊无早，啊你讲啊，我着搁等伊摕，啊真费气。所以咱将这信息先发表，予咱的道亲知影哦。来这地真久无听到的，骊山老庙连串曲。那咱住咧顺信堂吼，嘛看两时节日吼，伫咱十二月十八吼，十二月十八伫个洪安太岁，我那有一天的这个法会啦吼。骊山老庙是花枝，江下欢
串曲就是联合足济曲啦吼，真济歌啊个综合在一起啊，有人感觉是用雷山老母所讲诗的这个诗文啦吼来唱，真活泼啦吼，啊嘛好听。人讲灵会消化啊，这就是频率的关系啦吼。所以有的孙啊，即讲奇怪，我都真退气啦吼。啊，人讲神会讲安怎？我拢唔捌渡过呢。有一届吼，一个住台北的师兄拄好落来，吼、哦、咱南部啦，甲咱高雄的师姐啦吼，啊又咧听节目啦吼，啊讲叫妹妹讲吼，啊来吼，出天毕生讲探个路，看以后怎么去啦吼，啊咧嘛甲咱高雄的师姐甲咱问好啦吼，啊结果吼、哦、咱这位主人咧真铁气的吼、哦，咱的师兄咧讲，哦真正会讲电呢，伊讲哦为遮。电到这呢，叭叭叭呢，啊，规身躯拢呢，规个呢，就是让他的感觉，然后一共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，到底要过电啊呢吼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讲咱为什么铁器形态给咱创治了吼？啊，你都爱铁器，啊，你当作阮坐桌顶的拢插头无神啊，吼，啊，我就甲你吼，和你呢，和电流行过了，你就感觉讲，哎呦，真正有呢吼，真的有，啊，所以有时阵吼，咱讲。敬神一点心啦，为什么咱会无爱？为什么咱无爱去接受？愿意提起，愿意拥抱，就是时机还未到啦，因缘还未具足啦吼，因缘若具足，你家己都装入来啦吼。来，咱较早定咧讲吼，命命命吼，人来顾性命，顾性命，咱人的命有性命，啊，毛咱讲灵的这个，吼灵的这个叫做道命啦吼。啊，咱若性命，若个啊，这个。命啊，如果讲人敢那顾性命，伊就养富贵；顾我的性命要穿好食好，啊，我就会养我的富贵。敢那认真装装，互我安尼穿好食好安尼尔。但是咱了个命内底还佫装着一条叫做灵命。啊，你若灵命叫做慧根啦吼，咱的灵魂会产生轮回状态。啊，所以咱慧根啊不保，咱弃这个道命，啊，那这个灵命就会安怎？打牙摆正，像咱母娘咧讲，经济啊，经济歹去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伫咱这个中央内底有咧讲做这个地虚极，吼、哦、啊，先来讲地虚极，那要甲
拆开来讲啦，吼，讲道理，就是学以致用啦，吼，这个致就是讲力量，也叫做道心。地，吼，咱讲人呢，你若教导，吼，啊，你有个音节，自然呢，伊就会晓学以致用。啊，这个地就是表示啥？表示你对道的一种力量跟信心，叫做道心。啊，那虚呢？虚咱有人讲啊，代表空性，然后代表空，咱无为任何事物来困扰。像讲吼，咱人啦吼，啊，讲要修行啊，不过我有家庭，我有主力啊，我有生存问题啊，就敢那咱台北师兄讲的讲，爱靠八道嘛，爱靠佛祖嘞吼。啊，我知啊，我知影讲我爱啊这条路，我爱行，不过时机也未到啊，我都要爱嘛，也未稳定嘞吼。啊，我上无这家庭责任我会负，啊，就叫做半修半做。啊，咱这个虚哩吼，就是代表空的意思，空是代表啥？咱未去任何事物甲恁困扰迄种空性，唔是讲空哦，世间哪有空？世间要安怎空？你明明看到这拢是事实啊，吼、哦，望会到，看会到，食会到的，即咩哪讲是空？伊迄个空哩是无任何，像咱即马即个心肝内底，咱讲空性，空性是因为咱未任何的代志甲咱困扰，怎去调伫遐，去定伫遐？这个空哩。这个虚的意思啦，吼，这个虚，人讲虚是代表空性的意思，但是伊就是无被任何事物困扰的迄个空性，唔是代表无哦。啊，你都有家庭生成有诶，啊有爸母嘛有诶，吼，啊有助理嘛生成有诶，有头路嘛生成有诶，你每一工拢爱因为遮个代志你去做嘛，真乃是算是空诶。大家拢是实实在，吼，真实在咧。做代志的都唔是空，伊咧讲的空，迄个虚哩就是代表啥？咱无受任何困扰。咱总讲有家庭爱饲，咱嘛袂因为讲啊，我饲家庭，我感觉伊是一个困扰。吼、哦，我感觉讲我有对一搭无好，啊，这是甲当作一个困扰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自虚极啊，离虚极，迄个虚哩，就是咧讲咱袂去有事，任何事啦，吼、哦，任何代志，甲咱干扰。咱的性依然去同款保持空性，无互这所谓苦占定啊。所以有的人来讲啊，我呢足艰苦，吼、哦，我心情拢未快活。啊，你心情未快活，是因为你的苦，甲你冻掉咧，心情要来快活。啊，你若离苦，你就会快活。啊，要安怎离苦，啊就苦甲淡掉啊。所以有的人话呢，哎呀，惨啊，我拢未快活，真艰苦。啊，是因为你的真艰苦是安怎？是因为你的苦占满了。心所有的心中内底，拢去哦靠个占掉你啊！啊，所以你落你就惊袂入来。啊，你若要来落入来，你是不是爱甲靠心淡掉？对不？啊，你拢袂快乐，啊，人大家拢会快乐，干那咱袂快乐，啊，你都去哦靠个占掉你啊！规个身心都被苦占据了，你哪来的快乐？好、哦，啊，你都爱甲这个落要入来，你都是爱甲靠爱付出哩。啊，你靠哪付出哩落，我们再来入来。对不？啊，咱就是因为咱心肝乌未空啊，对不？无烦恼的吼，也未到时间，啊，咱就去甲先预约开始，甲烦恼甲代志发生安尼。啊，所以咱讲苦，甲咱冻掉咧，乐都未来啦，吼啊，唔是讲人拢未快活啦，啊嘛唔是人拢未快乐啦，啊，你若卖去互苦解占咧，那么快乐心情每一个人拢会当转换，你讲是唔是呢？所以人讲物极待时，什么叫做极寒？好、哦，所以讲自虚极这个极哩，叫做物极啦。好、哦，极寒就是讲高不能再高，关未当过较关呢。最后，好、哦、有死而后生，这就是讲啦，物极必反，物极待时的意思，叫做物极代表死的意思。啊，这代表这个死，伊就是要个转换，他要再转换了。极限啊！咱人活到99岁、100岁啊，咱的岁数，咱的寿元是极限啊！啊，极限到尾由啥物来代替？由这个死亡来代替，了也过来复生嘛，死而后生来代替，来代替迄个极。所以伫咱这个三字甲念做伙甲解说，讲第四句是生我者为父母，养我者为天地万物啊！因为有这个灵命，吼、哦，所以死后。伊会搁被审判，啊！若如果无这个灵命，啊，那肉体死就烧烧就好啊！
啊，小小的因为无灵魂嘛，有这个生命，啊，肉体小小就无去啊。他还佫有啥好审判？他还佫有啥物好审判？他还佫有啥物好挂碍？是因为咱有这条灵魂的灵命，所以咱死了后还佫会被审判。为什么安尼？所以伊伫这个地狱界内底后边佫有一个受尽毒来，等于讲人死了后不能一了百了，是因为还佫有啥？因为还佫有因果债务。每一个人还佫有排到因果债务，所以咱人哦延续到这个思想内底，你咧一定会牵拖啊！我这世人安怎？啊，就前世人安怎嘛？你前世人安怎？唔知这世人会安怎？前世人无安怎，这世人就袂安怎？为什么？你若无带到这个业感来，那么你来世间绝对是啥吃喝玩乐嘛？吼、哦，一定足好个，无债务。啊，你若如果讲伫纷纷的众生内底，讲啊人死了一了百了，那世间就好过啊！啊，为什么要有这个啥因果债务？都、就是因为咱无法度一了百了，咱要有一条灵魂，一条灵命。所以你讲灵命，吼、哦，慧根也无报，你这个灵魂就会轮回嘛。吼、哦，啊，有这个灵命，伊这灵魂甲你轮回，那么伊就带着啥？你过去是做唔对的，今生做唔对，佮继续佮轮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吼，伫咱这个吼《佛名归根》内底讲着讲夫不。混混啦，讲生命已过吼，咱烧金纸在敲刀啦吼，是在敲啥？在敲这条灵命。灵命有灵光，啊，灵光又暗又光诶，啊，所以讲伊有暗灭诶，啊嘛有光明诶，吼啊，所以这个灵光呢吼，是因为咱今日信过了后，还有这条灵魂的思想观无放落，啊，这个灵魂的思想观的暗灭，愈暗诶就生鬼嘛。愈更愈能量，伊就会升神，也是讲升为搁较好的境界。啊，所以咱人就爱为这个灵光拍拼无爱啊。所以讲万物并育，需要成就，啊，需要成就要归根，要哪归根？上重要就是灵根，这个灵根甲灵光，一切成就在灵光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咱道祖母娘内底这个吼讲法。吼、哦，啊，先啊，咱的佛名越上。保持当下，吼、哦！啊，今日咱如果讲了解讲啊，修行你若无够明心，那几十年后呢，你会枉费了吼、哦！枉费讲啊，我都唔捌，啊，这数十年拢，这世人拢用情来做代志吼，啊，去予这个感情甲困掉咧。啊，然后感情困掉咧，你就叫做无了解命，叫做知命，你无了解知命。啊、你不知命而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灵命的重要，我们今天要修一个修这条灵命，所以我们来说我们心情坏、啊、心情坏，我们这个心中我们如果去医生看、啊、心中也会摸出来处理、啊、心中也会挂电池、啊、这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它会臭会坏会害，为什么它会艰苦？它的艰苦是因为它有这个什么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感觉，这个觉灵，这条灵命。所以你对我好，对我歹，不是跟这个物质的关系。咱这肉体一堆是肉，你给磕磕嘛，一堆肉，一堆骨。但是你给分开讲，哦，啊，你也要给含在讲，就讲，咱人生命可贵，可贵在啥？可贵在讲你有感觉，你感觉好歹，啊，你有见效，哦，啊，你今日去知影，吼、哦，要安怎治念体？你这条灵命、慧命，还算真好。所以有的人还佫唔知影人歹势。做唔对的，伊嘛是阿个未晓讲，安尼我做这是唔对的，就是咧讲啥，伊的灵命暗灭，就是本身讲这个囡仔灵魂呐，吼、哦，真低级啦，吼、哦，要讲起来讲无翘起，啊，这个囡仔呢是非都会无分未清楚，啊，就会妄作凶，妄作凶就落入世相嘛，啊，咱人个落入世相，啥物嘛安怎，啥物嘛。乱缠尊路甲行，一世人嘛乱缠尊路甲行。啊，所以咱母娘定甲因讲吼，咱今日不管啥物款的立场啦，吼、哦，咱拢爱有这个啥，爱有这个角色，去了解讲这个命有分做心命甲灵命。啊，今日咱也干那讲，会要顾心命，要来持，要来养持咱的肉体，来用这个富贵，那你就会放下灵命。啊，若放下灵命。啊！你慧根啊不报，那么你灵魂的轮回，啊轮回你就一世一世六道啦吼，好好歹歹一直咧世啊吼。所以希望讲吼，
每一个人呢吼，今日咱去到母娘的所在，是去到庙，为什么咱会哭、有会激动、会想要哭？这个灵庙有关系无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伊找到伊要爱的频率有相应啊，伊会想要安怎？想要来，要来找一条修行的路啊！迄、那个感觉来啊！吼，啊有个人讲啊，感觉来啊，转去阁未晓，那么伊到尾啊，累积到尾就变成啥？咱讲灵修的人啦、啊、吼。跟忧郁症为什么会在隔壁？灵未欢喜，你这条生命也免想要欢喜。灵命若未欢喜，你这个身躯的命你也免想要欢喜。为什么？带忧郁症的人，伊是吼想的一款做的嘛，一款呢伊未夹。啊，所以有时阵吼，咱讲伊咧掠狂的时阵吼，你无法度去控制伊。那躁动的时阵，你都要用手啊绑，用药物去甲控制。啊！你讲我身躯呐，足好管理的，性命都足好管理的，啊，都叫伊食药的，都点点啊。但是性命哪有遐好管理？世间都无遮侪神经病，啊嘛无迄个啥物叫做灵光病，嘛无迄个灵鼻涕，嘛无迄个讲人愿意来做迄个人无爱做的代志。总是爱有啥，一定爱有这个元素，诶，这个啥带动啦吼。啊，这个元素就是咱讲咱的灵命最元素的，都有这个。吼、哦，咱讲吉数啊，到这个天命吉数，哎、啊，伊都爱甲神有缘，都无法度离开神伤远。那么，伊就必须爱去接受神的照顾啊，接必须呢，吼，爱接受这条灵命的训练啊，这就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嘛。啊，所以咱刚才讲啊，一个命，一个生命，就分两种，分身躯的命啊，甲分咱灵的命。啊，咱若捌去哦，这个灵光跌掉的人，你就知影啦吼。啊，若唔捌去哦，灵光跌掉的人，我相信没想，甲你讲足久的吼，啊，你嘛感觉听到安尼，嗯，唔知有啊听无安尼吼，啊有听无拢无要紧。灵光你若感受到啊遐，入去甲庙宇的时阵，你感觉讲我的心情好好呢，啊来我那的心情安尼歹歹，一直要哭，啊见到母娘嘛哭，见到菩萨也哭，见到神也哭。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原来咱这条灵命已经显现了吼，开始伊有伊个目标啊。咱的肉体这个生命要去甲斗扶持啊，用咱的生命这条生命去甲扶持这个灵命。时间到啊，叫做啥？后天要甲做伙天人合一的时阵啊，你就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叫做灵光了吼。若捌度过的人，你甲讲灵光，伊听无啦。啊，若捌渡过的人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我知道了吼。啊，所以咱伫这个台湾内底，上无一个五成对灵修有探讨的啦吼。
咱的灵魂师啦吼。有真侪同道讲，梅香师姐足久拢无带阮去国外，阮想要来普陀山啦、鹿家山行行的吼。日子定下来了吼，日子又定落来，是咱2017啦吼，4月初10，咱农历的3月14啦吼。3月14出发，18就回来吼，5天的行程啦吼。啊，咱那如果讲啊，咱都加这个鹿家山，也是讲普陀山有缘，啊，咱就指定那要去甲佛庙相应一下吼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咱都要去哦，咱的济公师这个发祥地吼，啊去哦，跟济公活佛的哦，咱讲去去相接一下哦，啊，咱这。有在联合的咱的道亲啦吼，有想要去指定哪，还是讲吼，啊要去咱的观世音菩萨的圣地普陀山啦吼，甲鹿家山，咱会上预先报名吼，预先报名吼。咱即届我一个订32位的机票啦吼，订32位的机票。啊，所以讲咱的道亲如果那是有想要去，吼，多伫明年过年了啦吼，过年了，咱国历的4月初10，农历的3月14啊吼。拢用5天的时间，啊，咱个重点哦，每想个用一寡吼、哦，咱讲比较吼、哦，对于咱这个灵学啦，比较有再去接洽吼、哦，咱定咧讲啊，去灵学，为什么咱人伫这个灵的当中，会去想着讲啊，我爱来对灰，爱来对灰，其实那是一种磁场，要讲起来是一个咱的先天的一种磁场的接应啦吼、哦，去的时阵有诶感觉有，有诶感觉无，因为有诶。伊唔是伫迄个所在，缘唔是伫遐，啊，所以咧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起头啊吼。咱今日来世间出世，绝对唔是讲咱拢台湾人，就永远拢出世于台湾。或者你日本人出世来台湾人，台湾人出世于日本人，啊，有个人是美国人啊来出世做台湾，伊嘛同款哦，伊也存在着迄种洋比较洋吼、哦。咱讲因那边的这个风俗啊，伊呢有留洋的这种吼、哦，淡薄啊吼，留一点点啊，迄影。可比讲，伊欧洲迄边的人，美国迄边的人，伊个爸母个面都唔是安尼，啊是安怎生落来，他有一点点啊吼，敢若改成美国人。伊这就是安那，伊个因缘吼，顶世代人应该是西方人，今日出世来咱东方，他有一点气息还存留，然后有迄个感觉，安尼看起来有迄个感觉。啊，这个人应该是伫倒位啊？吼，啊，前世人佫转过来台湾，啊，咱台湾转过迄边，伊有一个啥？有一个地伫咧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看到迄 A， 向向阳看到迄 A， 你的感觉就马上可以接到。啊，所以咱讲，咱啊加这个哦，咱观世音菩萨的灵山宝地啦，普陀山啦、啊，是四大名山内底吼。啊，咱啊如果讲啊都有想要去，咱会当提早报名。哦、看你是要传来啊，传给梅香也可以啦吼、哦。5天的行程，啊，梅香有个筛检过啦，咱无讲完全拢是拜拜，最起码就是要带咱一挂吼啊，灵山宝地呢，哪像去做啥，做一个教学，教学就是讲到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。为什么我们要？哦，较早的人先来讲啊，我都一定吼、哦，啊，就这山带了，啊，就唔免偌久，我感觉遮吸收了有够，我就会去换一个所在，迄、那个叫做灵的游历。就像咱的演足同款的意思，咱即卖囡仔讲哦，我都爱来去倒一样吼，啊老师就教你讲吼，你来到这个外口吼，爱去拄到什么特殊的情形，啊你就是要怎么样？好像咱讲囡仔细汉就去东珠军啦吼，啊去夏令营，为什么？你囡仔无甲放出去，你也知影你个囡仔放会出来，放未出来？啊，咱这条灵你无去外口吼去接触到这个吼，较高层次的能量。较高层次的灵，你们那怎讲？啊，让灵修，咱讲感觉咱安尼会使呀。但是咱出去到外口讲，哎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原来咱是这渺小一个金苗，咱是这么渺小的一个灵。啊，咱无因为你若唔捌去过个大学的时阵，你去个吼大，咱讲台大学门口，咱读国民学校呢，是读国中个呢。你去个遐里感觉，哇、哦，啊，这学府遮大。啊！但是你没有进去过，也没有经历过。你来对学习，你敢领受会到？你领受未到啊！所以讲，灵有灵山的灵，嘛是必须啊，是安怎？去高层次的灵去接触，去用吼、哦、另外一种方式去精进咱家己啦。讲得较简单啦，唔是纯粹讲要去佚佗，也唔是纯粹讲要带恁去拜观世音菩萨，干去拜伊尊。
干要去拜伊阵吼，啊，咱讲铜刻的，还是茶雕的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干要拜伊的形象，是因为我们要去灵山宝地去，我们有很多可以相应的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在创啥？人讲有的人讲啊，回灵回灵爱找好所在，就是讲佛教的四大名山内底，普陀山、珞珈山，咱会经到真好的重点的所在，去迄个所在要创啥？嘛是要人讲，敢那袂是学生了吼，啊去那边户外活动，安尼感觉的意思，啊你莫甲讲甲伤心悲啦吼。有去一次，你回来的，哎、欸，那个层次会不一样。为什么层次会不一样？因为咱听到的、看到的层次不一样。原来修行蛮有赞助的，咱读册读国民学校嘛，国民学校局限，咱的智慧也局限在国民小学吼。啊人讲灵学都无啊。灵学甲国民学校，甲你局限你，你捌字也毋捌字都无关系啊。灵学伊会当突破，哦，唔是因为你基本的学习伫遮尔。灵学伊是无缘佛界，灵学是一个啥？灵学是一个契机，灵学是一个灵性的转变，是伊的这个窍，先天的天变的窍。伊若有开，人讲灵知天文地理啊。啊，这灵学甲咱。哦，平常时啊，有时啊，咱嘛是爱出去去接触，咱才知影讲啊，天有外阔，吼、哦、啊，到底人有外高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所学的是一点点啊，尔，咱免去讲高，嘛免去傲慢，出去到外口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了，吼、哦。昨天必成宫，咱的宫址是伫惠仁关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二至五十二号。下晡是两点半，同款的作息时间啦，连续三天的假期啊吼。那囡仔有时间啦，要载咱来拜拜喏，咱就是吼会当来甲母娘来结善缘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的朋友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昨天必成宫的服务电话591605，外环街边再给05。啊，恁下晡时这些时间，咱也要来吼。那衫裤个早一领来啦，为什么要早衫？有时你要问个对象，伊就需要用到这领衫来安神定魄，伊就需要用到这领衫。那么咱就是爱衫早来，你才免阁行一届、走一届啦吼。那没想甲恁讲个道理真谦卑吼。啊，如果讲咱个道亲啦吼，然后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此恁必生讲的服务电话591605，外关区个边再加05，感恩啦吼。啊，每生来甲咱介绍香品，免阁一直咧介绍。啊，咱也是有用过，咱的香是天然的，无污染的，唔是化学香，唔是香水香，所以咱拢会当安怎？会当甲点，没有污染啦吼，啊，免去过滤啦吼。那这是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啦吼。来，咱听讲吼，用这个。这个道教，这个科技啊，吼，啊来做这个吼，咱讲拜道是正办的吼。啊，今嘛呢吼，有咱啊真济吼，咱的道亲咧讲着讲做这个酒吼，做酒有分啊，三条五条吼。啊，所以讲做酒今嘛那寒天开始，咱就看到真济所在吼，你讲要做酒，啊，这做酒呢吼，唔是讲吼。囡仔咧办公会啊，吼，这做就是包括天地人三界拢当着的，吼、哦。咱呢，包括咱所有的地方、地气、地灵，全部拢当着的。所以讲做酒要做平安福酒，吼、哦，这是无简单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心性呢，加一项讲，哎，心性担得起，搁一项就是，啊，咱咧做的工作，吼、哦，实实在在拄好天命拄好有派，天运有派。吼、哦，这个做酒是当着地方的资源，嘛是咧利益众生的工课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每下嘛是真赞叹咱吼啊，二水头三庙，就是咱的中大元帅吼，而、哦、且、这个法源地吼、哦。啊，中大元帅算讲是哦，历史真久啊吼、哦。啊，咱嘛真感恩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头三庙的诸位，好、哦、咱有这个机会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讲甲咱的元帅服务，这是阮上欢喜的吼、哦。啊，咱讲。宫对宫来结做姊妹宫啊，即大家有互相来交流啦吼，可能有机会
啊，来做服务的都是很好的，所以没什么是希望讲吼，咱来听节目，咱的功德妙物啦吼。然后拄着讲啊，神有派你做什么款较大的工作啊，大家互相要来探讨，互相支援呐，爱讲支援呐吼，都可以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啊，我嘛真欢喜来替所有新界吼来服务啦吼。来，啊，咱节目呢吼，一定来到尾声，啊嘛，叫咱的朋友呢。啊！伫咱这个元旦吼，拄好有三天的假期，大家出门开车平安。过来就是吼，啊，咱讲等下看爸母啦吼，啊，让爸母安心啦吼。新年头旧年尾，大家身体够健康啦吼，这是梅祥一直咧甲咱讲的。人钱侪拢无，钱侪少拢无要紧，身体用上要紧，那是咱的根本嘛，是咱的本钱啦吼。而且祝咱好朋友2017年行大运啦吼。这只金鸡吼，一旦给咱报喜啊吼，啊过来就是讲，好咱呢，年运顺利，吼家庭平安，梅祥给咱讲再见，拜拜。